于小阳和王晨他们跟刚刚比完的黄欣彤、郑迅呢，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历程很相似。首先他们年纪都很相仿，而且呢也都是分别代表中国参加过像世锦赛啊、四大洲的比赛啊，还有大奖赛。选手于小阳和王晨，那么他们代表中国参加过三届的世锦赛，最好成绩是排在第十八位的。这套节目滑得比较完整，没有太大的破绽，特别是两个人在做比较难的转体和步伐，像柔可就是内功夫，
和敲打步伐的时候做的用韵很准确。嗯，就是后半有一个托举，两个人在相握的时候好像是时间稍稍延迟一点，给人感觉准备不是太充分。